くない。稍微有点心吧，上脸所有出现的脸全部抓完了，只有一个虚焦。现在这个十个人全部抓出来，全部紧紧的锁死。好凉快，现在吹得风呼了。你看那个树叶嘛，那些应该风力在4到5级左右。哎呀，我这拍咱们前面那个双胞胎我都没拍到了，我也拍到20公里左右，拍到他们。然后那个有人送鲜花给那个走廊老母。差点没搞明白，然后别人送了就走了。来了一个正午，I'm not gonna lie.
稀稀拉拉的，他们团队全部挤在一堆了。都在那边跳舞，还没来。这个女孩子戴个帽子，看没有？看，应该是自己喜欢的舞在这边跳。Yeah.
们先把个都给开松，先把个都给开松。他的灯全部这一片儿照亮了。哎，我儿什么时候跑到后面去了？他那个衣服颜色好看，黑色的好看，呵呵，他那个两斤斤的，反光的那个好漂亮那个。全身的亮晶晶的，看吧，那个全是那个黑色的。
知识也比较好的，很流畅的，肯定要随手关注，别躲在后排的不好拍。太腻了吧，找些新的菜是吧，那也是啊，新鲜感嘛，慢慢慢觉得跳得好，然后就专门拍他了，等一下有可能明天就知道了他的名字了，有可能等会就知道了。是很年轻，